对，我们只会有那个刚刚，因为今天地方很大，我们就可以直接，就是像在干扰滑球的时候尖叫出来，然后把脚踏起来，我会在这里陪你们。对，那当对方他们就是很大声的吹响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靠各位了，我们自己要把该有的水准，那把季后赛应该有的准备给准备了。